姐姐，今晚的客人可真多啊。是啊，酒水不够了，我们再去拿点吧。好。果然还不死心。你知道我会来？是盼着你来呢。我一向不喜欢等人，你的出现证明了很多事情。一个失手的职业刺客，说起来还真是丢脸呢。你很困惑，怎么会斗不过区区一个女人，是不是？无救先生，问题是为什么你会有女人就不是对手的可笑错觉呢？这是你的陷阱，验证你的愚蠢。不过作为一个职业杀手，你的行为动机似乎非常奇怪，我相信一定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隐藏其中。哼，你本应该替姬无夜卖命，但是你好像有自己的算盘。这跟你没有关系。原本是没有关系，但是据我所知，你的行为如果被姬无夜知道的话，第一个不会放过你的人就是他。如果他知道的话，难道你会去通风报信？我自然有办法让他知道。他也许不相信，但是你觉得他会不怀疑吗？姬大将军如果怀疑自己的一个手下，你猜他会怎么做？找你谈谈心。你想怎么样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这句话对于身为白鸟组织的乌鹫先生似乎很不吉利啊。你也想分一杯羹？我只对真相感兴趣。那就是谈不拢了。你动了紫兰轩的人，唯一的结局就是一命偿命。为一个青楼妓女偿命，你会为这句话付出代价？你真的以为像我这样经历过无数次死亡的人会毫无准备地来这里？紫女姑娘，
你醒了？你刚才撞在地板上，昏过去了。吴舅呢？那个蒙面人趁乱逃走了。你就是来添乱的吗？我想到一个重要的线索，是来帮忙的。你把这个叫做帮忙？好像的确没帮什么。把我放下。我也想，但是我手动不了。这时候你还有空开玩笑？他的手的确动不了。哎，你要不要过来帮忙？弩箭穿透了肩膀和上臂，不过没事。我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你居然说没事？没伤到筋骨，你运气不错。我中了一箭，又挨了一巴掌，他管这叫运气不错。你活该。他昏过去了，好像不是装的。毒仙门那里挺棘手。毒仙门已经不存在了。那你身上的伤？跟夜幕的人过了过招，你帮他包扎下吧。外面怎么样了？已经收拾住了。哎呀，子女姑娘，你下手好狠呐。昨夜的事。子女姑娘，你轻一点啊。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真的忘记了。